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文です。好，我们亚洲的属性队长啊，继超三天孙悟空，终于极限赛完毕啦！哇哦，真的是太爽了，哇，期待已久。好，那么这一次就要来把它给使用看看。然后在这之前嘛，我记得之前我也说过要把它给这个特殊贴纸给贴上去啊，这一次就来把它给贴上去吧。呀，卡可以呢，哇，那个气焰再加上闪电，这感觉非常的棒，不愧就是超三，哈哈，一着一着，可是这么跑掉了，我还没弄完呢。整体而言，非常的好看呐、啊，哇、哦，这边的话属性非常的高啊，它这个会破20000，是因为我在同意这边给了它一个500的攻击技能一样子。嗯，重新来看一下它能力哈、哦，队长技超技，气力加3，血攻防130%；极技气力加3，血攻防90%。然后它的超龙双拳。一回合攻防上升，给对手超绝特大伤害，中确立气绝，这个他的气绝概率是有拉升啊，从小概率差不多10%这样拉到30%，还不错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被动了，攻防130%，高确立属性气翼，随机一种类，除了祭气外，祭气翼以外的一种类啦，转换为红气翼。后每取得红气翼一个，攻防30%上升。再来登场的七回合内，全属性效果拔群，非常的棒啊！整体能力来说都还不错，尤其是在赤红珠这一点，还有额外增加防御力，真的是很 nice 啦！妈妈嘛，已经全满了，哈哈。我们这边银技能翼跟金技能翼，金技能翼我打算再等一下下才来装，因为那一个新的那个叫什么，爆裂连血上有新的那个组啊，团结之印，到时候再抽一下，看能不能抽到比较好的。我要先把这个银技能翼给跟它安装上去先。这边我就给它一个3点的连击好了。这样的话就有12连击17彗星，然后这边再看到时候能拿到3彗星3连击，或者就是更高当然是更好了。我这边也是有准备了一个啦，2连击跟3彗星，这样子的话可以把它的彗星推到20点啦。因为它本身其实它本身有那个全属性效果8000啊，7回合算是已经是蛮不错用的了。 OK，就是这样子把它放在这个魔人仆队里面、啊、然后关卡我就挑最难的关卡了，GT悟空传，先拿这个GT悟空传来试一下，挂掉了就算了没关系。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彩星好友，可是连接没练满，慢慢练满也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大关系吧，感觉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，不过啊，可以啦，就是这只啊，对的，队伍呢，好，在这一边，道具当然是这个鲁马跟这个两个加工道具，我想一下这边要不要改一下它的，Margin Blue Hand 跟头脑战，头脑战，好。想一下哦，然后我不知道要不要把这张辅助给换掉，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辅助嘞 ？Checking， 18号放进来也是可以，可是好像没办法触发，因为没有特兰克斯，也没有雾天，也没有克林。好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。啊，提速也没有。呀，好难选哦。
有啦，就是一个排骨饭啊。可是排骨饭我实在不想把它丢进来，因为去到最尾关有点危险，哈哈，可能那边会挂掉。可是排骨饭本身有中确高确率的那个回避也是不错哎。嗯，算了，因为他会跟那个悟空抢红珠就不要了啊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哎，那么就让超三天使悟空以这样子的队伍来找他的第一轮出战 ，Let's go， 魔人普遍，斯巴达西。在第二回合啊，像那个超长悟空要稍微移位一下啦，那个超天使悟空移去后位。侧一边嘛，应该是要尽快让他们变身。好吧，就这个样子，大概走一圈先啦。血量也蛮高的，46万，还不错。暴力魔闪，这边的话，我是在期待那个提鼠的超恶悟饭啊，在20号，它会有极限在，一定会很猛。很期待一下。还行。这一边的话，OK， 这样子摆就好了。一来就四颗红猪油哦，然后连接只有三条。看你一下哈，现在目前有辅助的情况下是13万的防御力。OK。然后四颗红珠吃下去，250%攻防，哇哦，哈哈，nice， 直接19万。然后开了必杀之后，还会再加多30%的防御力，萌，出了一个字，萌没有了。来看看一下攻击段，还417万，该怎么说呢？无惊无险，没有惊喜的感觉，好可惜哦。不过没办法跟超市悟空跟超市北极大比了，他们两只真的是很破格，不愧是属性队长妹，可以说是最强的一列了。OK， 你去接一下必杀好了。3万，你想要尽早的可以融合啊。完全没有伤害，这样的话我的那个超恶天使悟空好像没办法太快的变身成为，要不然这一回合直接把这个体悟空打死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么就可以直接变身了，变超三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跟我的技超三天使悟空做到最大的连接了。打不死，打不挂，哇，这个就是麻烦。OK 了，目前这边是可以连到4条连接线，首先这样子，2颗。这边有4条、哦、多了一个超级弹哦，这边超级弹加上去的话，攻击力大概可以多一个20%啊，哇，这样子的话，这边提升应该是会比较有感的。16万 ，OK， 可以，还 OK， 啊，主要还是要等这个悟空变身成为超三形态一下。这样的话可以达到完美的连接，就是有52%的攻击加成啊，哦，410万，就是不一样，多了超级战连接就不一样。怎么说呢，虽然说期望很久，数值也很高啦，但是就没有到超三，超四悟空超四北极大这样破格，没办法，在连接方面就是已经输了一个等级了。 OK， 可以变啊，直接变，不用想那么多。
三 Q 贝吉塔。一次个十八没记得。哦哦，完全没有必杀技啊！哎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一 round 不就是要让北极都打到爽吗？OK， 这边就直接去吧。哎，还是可能这边哦，哎，很好哎，如果这边是可以直接彗星彗到他死的话。啊啊！没有彗星的那个伤害跟有彗星的伤害，那个量级差的有够多，投三十万，有彗星一百出万，没有彗星才三十万，一百七十万，差了一百四十万的伤害，真的是，骂骂骂，痛！喂喂喂，你的彗星要多爆一点啊，不然怎么会有看头嘞？哎，真的是不舍得爆啊！哇，小的呢？哎，咚！真的是不爆就是不爆哎、欸！哎，好友这一张明明彩星，而且彗星点的相当高的，本身被动还有一个准确率30%的几率，很加可怜。不会吧？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把这个宿主的打挂就行了，让我的那个紫薯的悟空可以合体。你我靠又没有那么过分。哦呀，这个来我们来这边来看一下，没有任何红珠的悟空，然后有一个辅助，可以到多少的量级呢？哎，哎，你有必杀下来，哎，不过防御力变到这样硬啊，320万可以啦。嗯，最弱的状态也有300出万，相当让人满意了。哇吼，329！哎，而且我这边还有给他一个500的攻击技能 E 了，他还这样子的表现，真的是让人非常的不满啊！只能这么说，让人非常的不满。希望这一回合可以直接把对面打爆掉了。Yes。哎。嗯。彗星啊！要是不让我的吃天使悟空变成超三的话，我没办法圆满哎。哎，极大痛 ，nice， 再来多一次，彗星一击吗？痛 ，nice，OK，、okay、可以，完美变身。哦，可以，两个超三站在一起。斯巴拉西，呢，来稍微看一下哈，目前就是10万，然后那个 Gengai Vocoin 的四个岛，那个限界突破的姿态，需要开的必杀技才会触发，这边的话会多10%的攻击，然后三颗红珠。150000，这也没有辅助的关系，然后直接开了这两个道具。你有点担心会被射爆，他这高射炮真的是很恐怖，就是。OK， 接着就是超必杀开不到，有点可惜，不过嘛就让他去吧。本身30%的减伤算是还蛮给力的。哦，变到超硬有没有？646万，哎，不错，还可以接受。不过很可惜的一点就是，我个人觉得最可惜的点就是在于啦，这个纪超山的赤珠那边是以相加而不是相乘的，这一点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如果是相乘的话，哦，那一个就是斯巴拉西，哦，
两下二连发有没有？太猛了！嗨嗨嗨！应该是没办法打死，不过没关系啊。如果这边可以中一个超大火炮的话，是最好的啦，把血量压到50%以下。不过可能性好低啊。17万，22万，那这个样子稍微给你一点表现的机会。一楼一楼，好，哎，直接给他过去吧。痛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技巧三天十五空，强归强啦，但是没有破格，不到破格的地步。超可惜的，你主要就是，哎呀，这个被仙拱逼上，这样子的话只能让他去扛啊。哦，好想要四颗，可是这边，不过也算有两颗也是 OK 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不错了。哎，也是有三颗，最后还是有三颗的成绩嘛。这个三颗算是比较正常可以拿到的量了，18万，21万，三颗配上辅助加辅助道具，21万的防御力，然后再加开必杀的时候再加30%，差不多27万，28万左右的防御力啊，超神悟空，斯巴达西，哈哈 ，Yes，OK，就是这样子。刚才说那一半强归强啊，但是有点不尽人意，就是没有强到爆表那种感觉。哎，痛到27万 ，OK 可以。然后下一回哦，600万了，今天下一回合的话，我的智双人就可以融合了 ，nice。悟空两张超三都是很猛的。哎，730万，哎，有辅助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哎，哦，432万，可惜我把它点到12点的连击都不怎么触发，就是了，不然的话攻击可以再 up 一个 level。这边就很普通，接着就是 keep 的，帅，无敌。这样子吧，后面就随意一点吧。啊，竟然出到躲看木，浪费了啊嘛，算了。哎，谢，竟然被闪掉了。这一边嘛，都可以吧，直接点下去好了。嗨嗨，哎 ，sparking。超轻松的队伍了，这一轮完全是不可能输的。原本以为会是弱点的技巧三天十五空，结果现在变成超强点，他的防御力高到怕死人，有没有？加枪痛。哎。这彗星在哪？彗星都不触发。不过前面的话，他的前属性效果吧，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感受到。哎，我们的这个天使悟空，哎呀，也不知道他扛不扛得住。不过随便吧。8万，然后开一个必杀12万左右，然后这边再开一个布马上去，帮他突破了一点 ，OK 吧？可是这一边的红珠特别的少哦，那就这样子呗。有一颗红珠，十几万，17万，9万，八 ，Yes， 一个哦。最后的那个悟饭有暴毙的可能性啊，
那一发必杀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痛苦就是了啦，就只能指望悟饭可以二连发必杀技，那么才扛得下来了，相当随意啦。反正目测该要看到的能力已经看完了，就算是被打挂也没什么关系。哇，超猛的，哦，超猛的，硬邦邦！我的技超三千孙悟空，硬邦邦！还是，哎，竟然先请 B 炸 ，no， 应该是破四十万了吧？我看这伤害，47万直接怪，骂骂骂，都没关系，只是想说，天使悟空有点可惜啊，强归强，而且已经破了20000的三维攻击了，但是吃到四颗珠，可是后尾好像也没有吃到四颗，三颗珠220%，再加上这个，果然连接上面输给超市，然后。这边的能力又不是很，因为他这边不是算想成的啦，如果起的红主是算想成的话，哇，那个真的是爆表，能力不错，可是稍微可惜了一点点，骂骂骂，整体来说还可以啦，还可以是接受范围内的，哈哈。而且这个主要的强点应该是在于短期决战，他短期战里面一定强啊，气回合内前属性效果8000，猛得一批的，哈哈 ，OK 啦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的技超三天使悟空，非常的帅，也算是不辜负他的压轴啦，整体的能力都很猛，只是没有到超市这么夸张。OK 的，嗨。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，谢谢，じゃあまたね。